们用滑鼠超囊化的，你看这边它的压感，它的轻重粗细，你看你不管是那个尾拉类型都可以，非常好色，任何的绘图软体都可以用。你看两位女滑手，当然我们自己有用过滑鼠，滑鼠超难画，这一次就不告诉你，我还可以直接在上面签名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如果有兴趣来，大中小都一样。当然了，你们可以用在哪里？比如说我们平常上网打字很慢，这个叫做数位板。我今天从绘图开始啊，那当然一般你们做文书的，你就可以用在表格啦，或是打资料啦，都可以用。你看我的笔可以当滑鼠，打个叉叉，啊，写完。它会自动发电视号啊，简体字都可以，有没有？你看快不快？如果你在 MSN 即时通、Word、Excel 里面都可以用，你看它现在的辨识率啊，简体字都可以辨识。是不会还是别人？每一个都会。来，来哥，来这边，站这边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哈。你写字一定要对这里，不要这样歪。来，对，这个问题不要按到滑鼠键。这个换住我，翻过来一点，不要按。哎，不是啦，你进不去啦。啊，这样表演。这样。不是啦，你的方向要向这边。啊，这样左手不行啊。好，那我就给你找。对了，对。字法，好来。字不要歪掉。哎，你按到我的键了哈。所以我刚刚就讲不要按。来。卡通，因为你把油标往那这边。很好，你第三音就好了，是吗？我这里的口音要必须要蓝牙的，霸二传啊，你们是中华新霸哈，好厉害厉害，不错啊！你看，帅哥，你刚刚写的那些字哈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你不可能只有打中文嘛，是吗？你以前打中英文要不要切换？要，你看。我现在不一定要拿来写中文、英文、大写、小写都不用切换，写数字有没有？甚至简体字，你看，好，写错了没关系，怎么删？打叉叉，删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写繁体都可以辨识，所以中英文大小写不用切换，那个，好，所以你今天买回家哈。我是建议大家还可以用什么圆笔机，所以说你们既然是那个中华国民日报的哈，虽然跟那个主播有没有主播，他们现在科技文都会把重点画出来，这个叫做圆笔机，有没有？人家直接把重点画出来了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可以把它当 email， 比如说啊。我传到中华什么？中华新报，对不对？我将来要把重点，哎，我要把资料传给你啊，我就将传就好了。对吧？你没有渗透软体一样说的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台湾首富郭台铭，他现在签公文都是这样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建议你哈 ，MSN 聊天室你也可以用这样。什么叫连体机？你看，你说你跟你的好朋友讲我爱你。你也可以这样写，用自己的笔迹有没有？然后再按发送。虽然跟人家 email 都是这样用，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，帅哥，我可以有荣幸请教你贵姓吗？高。高，好，高哈。我今天要写 email 给你，我就直接写。有没有？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的，将来你上网你都可以这样写。啊，我今天在高雄，啊，我们下班见。以前你们是用什么？用打字的，我不用。你也可以用我们的笔记，连笔记的好处在哪里哈？这个是什么地方？我现在跟你鸡同鸭讲，我画一个很简单的图，啊，我画一个地图路线图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？三多四路、三四桥、三路，对不对？这里。八五大楼，我就这样写，怎么转来？你看到这个发送，等一下就好。像我这样，常常跟我的朋友在加拿大、大陆、韩国，我都是这样写。你看，你写完，哦，
高先生，以后你收到就讲，好不好？以后你们要去做活动，你们到哪里可以直接画地图，哎，好不好？所以很实用啊，现在最多人用的，你还可以送给这一道啊，这一道是送的，你们有用那个相机的哈，这个最实用，你看。两张照片还可以把它合成，有没有用那个像修照片、修照片，很好，很难用哈。我用这支笔，好，比如说上面呢，我要复制一个人的相片，我要把它合成一张，啊，按右键，因为我们之前用滑鼠，滑鼠最难修，要练很久吗？那这支笔应该是不用了，因为就像滑鼠一样，你看怎么修，你看快不快？对啊。人家现在用在这个，大概习惯一下就可以了。练习 ，hold 住哦，啊，帅哥，你们是有玩相机的，可以这样用。哎，我不是这样修就好了，这样修是很奇怪哈。我是要跟你讲，因为你们之前用滑鼠，滑鼠最难修，那怎么办？来，用我们的笔触，因为笔跟滑鼠差很多，滑鼠最难修哈。你看这个部分，将来你们的相片呢，要放在 Facebook 里面。网页滑鼠最难修的不规则的地方啊，但是我可以修得干干净净。像一般男人跟女人就不一样，很多女孩子你看哦，来不及减肥，她就把手臂修瘦一点，有没有？可以这样。所以现在很多网络上有没有那个照片修得美美的，大部分都有修饰过，就像这样。你看又快又简单，看着萤幕，因为这个是滑鼠，所以它是相对位啊，游标看着游标就好了。你看高先生，如果我要把这张照片我要当作明信片，我一样哦，连笔记不一定要写在文件，连自己的照片你都可以这样用。你看啊，今天7月18好，我传给你，你就这样按发送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我再把网址写一写，你收到的呢就跟这个一模一样，好方便哈，对不对？所以从头到尾我们怎么接？只要接 USB 哈，一般的 notebook、PC 都可以用。这个 USB 是它是规格都是共用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里面有附送一个驱动程式，灌上去就 OK 了。所以你要找它的程式，它都是内建的。开始程式比心体，有没有？手写点一下，然后在萤幕的右下角。这个里面我都有包含说明书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所以你看，我刚刚有讲过了，帅哥还记得吗？删除，打个叉叉就好了。啊，你看写完，它会自动帮你辨识，有没有？先用打字，有没有？现在连简体字它都可以辨识，啊，有没有？就是。